功力拳法特点为内练气，外练力，内外合一，乃为功力。此拳法分别于嘉庆、咸丰年间传入，至今已历八代。功力拳法是集医病、健身、防身三者综合而成，是祖国体用的传统拳术，老中青皆宜，攻守兼备，既能防身御乳，亦能延年益寿，故而有功力门多寿星之说。技击实用以撇、坐、跨、缠、勾、挑、撩、过、挨、挠、挤、靠十二字为诀，亦是本门拳法之精髓与核心。
相传系宋太祖赵匡胤所创，清康熙年间传入沧州。明朝戚继光著《祭孝新书》载，古今拳法宋太祖有32式长拳。太祖拳法风格独特，讲究实战，套路严谨，招式鲜明，既有独立的要领和理论，又互为作用和制约，悟其奥妙均在其中。
Thank you.